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前几天我结婚，我回门，到第二天我就感冒了，感冒、咳嗽、喉咙痛，四肢酸胀，然后声音也嘶哑完了，说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然后我弟又结婚了，我弟娶老婆了，他今天是上坟的日子，上坟，拜祖宗啊，吹唢呐啊。我跟我老公跟我婆婆也准备回去了啊，现在回去，我也是感冒，躺在床上躺个三四天了啊，躺了三四天了没起来，没怎么起来，然后就吃点菜，饭也不怎么吃，没有胃口啊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到娘家了，我还在咳嗽。小公公，快点！小公公，喂！婆婆嘞？小公公。哇！小弟弟，你也来了？啊，是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小弟弟啊，好懂事的呀。小弟弟。哈哈哈哈！啊。他说等你来搞卫生，搞不得，要打气球，别哑公了，变个哑巴了，哑公了呀，杨阿姨，哎呦。
呀，我说话都说不出了。得了，哎呀，你看这婚房，哟，好漂亮，你看，好漂亮，还有气球在上面。哎，上面有气球。因为房地产要铺路咯，然后那里装要那地。嗯，好的气球。好的气球。生花。压地的。压地的。这两个人在这里搞气球，好有耐心啊！这两个人啊，这两个男人，看一下，两个男人搞气球啊！弟弟的婚房，看一下，好漂亮！哦，那个谁给包了，他都住在你的包了嘞，下面谁给来了？早上就搞这个气球了，搞到现在五点钟，十点钟开始弄的，弄到死，现在五点钟，现在又在搞卫生。嗯，看楼顶上。哎呦，这个漂亮。这个漂亮。怎么撇了呢？哎呦，来扫地了，拖地了，拖干净。大家好，我是鸭妈。今天亚弟结婚了，我们男方就是明天是正经，他们女方就今天是正经了。欢迎我们家人家人们，你们谢谢你们来我们家喝喜酒，来我们家喝喜酒啊，那么谢谢你们啊，粉丝们来吃个热闹热吧。反正我们家没什么事，反正好不好？哎呀，反正来到我们家，我们就高兴啊！好热闹的，明天还要热闹，明天好热闹。等一下宰牛了，等一下，宰三个猪。现在宰牛了，我去拍一下宰牛，宰牛看一下是怎么宰的啊，宰牛。来，进来看一下，进去看一下。哎呦！公公也来吃饭，在这里坐着。哎呀，又坐上面凳了。我们是在这个池塘里面吃饭了，明天啊，这池塘里面吃饭呢，在这里面好大，这条牛，这牛倒下了，黄牛。老公在帮亚弟搞这个啊，没姓名的，刚刚没姓名字的，嗯，没姓。哥们，对着我，对着我。吃饭了，现在吃。朋友们吃饭了，朋友们。啊，颜值万分。给你老公分。我老公他刚才，这个谁帮我夹的？今天随便吃，明天吃正餐啊。